大家好，我是田舍之，今天带大家来写一下“法律”的“法”这个字。法律的“法”，最左边的部分啊，它有一个人，在甲骨文上，这个人底下有这么一个这样的口字。这个口是从这个地方他出去了，一个人从自己待的地方出去了，外出。其实后来他就演化成了去。在这底下呢，还有一个水字，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字形。右边呢，就是我们原来说的那个彘，是一种动物。古代的时候说它是个独角兽，能够变曲直。这是它的脚的形状，这是它的头，这边呢是它的眼睛，这是它的腿、身子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腿和尾巴。这是最早的时候甲骨文“法”这个字的一个形状。那么据说这个独角兽啊能够辨是非曲直，所以古代的时候去这个牢狱，包括辨别罪犯，就用它。来去触碰那些说谎的或者是不正直的人，这旁边加一个水字，估计是古时候的人认为这个法律应该公平公正，那么像一碗水端平了一样，这是这个水字的一个由来。去呢，应该表示说把那些错误的、邪恶的罪犯去除掉，所以古代这个法字非常的有意思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字的，到篆书的时候，它是怎么写的呢？篆书的时候有一种写法，是左边这个水呢比较长，右边呢就把那个彘这个动物的形状啊。给它缩减，把这个去放到了下边，去字底下就不是口了，它就变成了是一个出口的形状。这是说篆书的法字有这么一种写法。那么还有一种写法呢，它就变化把这个水啊就放到上边了。然后这边呢，写了那个彘，这是表示眼睛的那个部分。这个底下呢，就表示身子的那个部分。然后底下放了这个去字。这也是法。到后来呢，它就演化，演化其实到了楷书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到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字形了呢？这边的三点水还是这样的，这边呢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像鹿字一样。不过底下这个部分啊，它是变成这样的，然后在底下有一个去。这个字看起来很复杂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古代的时候也有一个，就是简化了，也觉得这个字太复杂了，所以简化。简化，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小篆，这边就只保留了这个去，把那个表示独角兽的那个彘啊，给它去掉了。这个字到后来就是我们看到的。我们现在这个简化字的法律的法了。关于法这个字呢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